回到旧爱广场舞蹈课堂，我是钱来才老师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月满西楼的下个部分。好，我们进行月满西楼的第四部分动作讲解。第四部分是一个高潮动作。好，先看我们的右脚，将右脚向前点地，同时左脚吸腿，吸落吸落，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身体是一个平的状态，也就是说没有高低的变化。大家再看前脚，一二三四五，再看见七八，一二三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左手一直保持掌心向下在旁侧，而右手呢画力圆，手背向上，掌心向上，手背向上，掌心向上，收回到一位。好，我们跟脚一起来一遍，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上左脚，双手回到阿拉维斯手背。而在这个动作过程中，眼睛一直看我们的左手外侧，直到双手收回，随着手落下。六七八，一二三，第四拍的时候转身，双手抱合抱，转身的时候双膝弯曲成四位蹲，四的后半拍双脚同时离地，第五拍左脚落地向前擦，右腿主力腿，双手同时向两侧展开，收右脚，双手到三位，落左脚。我们再来一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的后半拍跳，第五拍双手打开左脚前探，第六拍收右脚到并拢，左脚离地，七八，到这以后左手由后边，一二，双手展开，三的时候前倾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四五，第六拍膝体外开，七的时候左脚向后点地，屈右膝，左手在前，眼睛看左手方向。这是整个第四组的正面部分，我们合着节奏把正面部分再来一次，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反方向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整个这一组动作最难的就是我们刚才在第四拍跳跃转身这一块。好，大家再去看一下我们在跳跃的过程中脚步的动作，第三拍以后第四拍转身到四位蹲，同时跳，左脚继续画圈，继续延伸，收右脚力，再转身的时候将左脚离地带动，这是动作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连续的啊，三四五
八。好，我们喊着节奏，放慢一下速度，做一下背面的示范。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轮五，双手直接有两次了。六、七、八，左手引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五起腿，六摆开，七反方向走，三二三四五，伸左脚，六七八四二三四五。六、七、八。当我们在第一遍做高潮的时候，后边还有个四拍，是吸气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刚才做的是高潮动作加第一遍动作的结束。好，我们进行最后一组动作的讲解。最后一组动作是属于结束动作，所以它连接的是我们前面的高潮部分。高潮部分到这以后，先看脚，先将右脚向侧偏起，转身在空中形成一个偏腿落地，形成一个弓足。来，再看一遍，左脚要立起来，偏落，脚的位置都是三点点跟七点位置，而这个时候双手直接到平落地，右手随右脚落地，三四展开，左肋向上向后，右肋向下向前。好，我们再将动作试一下，七八，左手直接打开，五二三四，然后双手由下方到两侧小七位的放松，而这个时候左脚一，左脚一定要经过膝腿展开，只是膝腿没有停留，直接经过膝腿的位置向外小弹腿。弹腿是什么意思呢？弹腿是在保持膝盖的高度不变的前提下，脚背向外弹，也就是我们的膝盖是固定住的，用脚背小腿的力量向外弹出。好，七三四是五大六七八，每一次弹出去收回算一拍，重拍在外，一二三四，第五拍的时候主力腿向上立，五反方向，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将主臂腿伸直，同时左手向下落，五六七八，双手手腕交叉，双手手腕放松，小臂的位置略交叉，然后左侧肋略向上提，眼睛看向我们的一点偏二点斜下方向，整个动作结束。好，我们将最后一组正面喊着节奏来练，七
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啊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收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手腕别放松。好，我们做一下背面的示范。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开始的发上。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通过呼吸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将第四组跟第五组动作合在一起来一遍。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反面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收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做一下背面的示范。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整组动作月满西楼下的部分就已经讲解完毕，下面我和着音乐给大家做一遍完整的背面示范。独上兰舟，云。
寄情书来，燕子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种闲愁。哦哦哦，此情无计，可笑处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香残雨点秋，情节落山独上兰舟，云中谁寄情书来，燕子回时，日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种闲愁。哦哦哦哦，此情无计，可笑处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哦哦，却上心头。